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欢迎收看胡侃。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简单说，暴力又回到了这座城市，而且呢，出现了新的升级。但是呢，香港反对派高调指责警方使用水炮，谴责几名警察在紧急情况下掏出了手枪，并有一名警员呢鸣枪示警，将这一切归入了警方的更高暴力。西方媒体呢继续迎合反对派的说法，将警察鸣枪示警描述成香港街头冲突啊升级的标志，淡化暴徒袭警变得更加凶猛致命这一事实。仔细看警察拔枪和朝天鸣枪示警的视频，可以清晰分辨出事情的脉络。一大伙暴徒啊，从一开始用铁棍打砸警车，当时呢车上就坐着警察。几名警察下车后，很快呢被暴徒包围，警察呢被迫撤退，这个暴徒呢紧紧追赶，边追边打。警察后来被追打到一座楼的楼道里，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生了有几名警察掏出手枪指向暴力示威者和其中一人鸣枪示警的情况。香港警队事后表示，警察在当时情况下鸣枪示警是必须且合理的行动。大家看啊，在世界范围内，当警察面对已经穷凶极恶的暴徒时，他们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做出呢拔枪警告的动作，并且朝天空鸣枪示警，而不是呢真的朝暴徒开枪。请问，这对全球警察处理危机情况的通例来说，算是很克制的呢，还是很暴力的呢？当然是前者。老胡再追问一句啊。如果同样的情形发生在纽约或者伦敦，美国和英国警察又会如何反应呢？他们的媒体又如何报道呢？我想说啊，香港反对派为了斗争，现在呢，只要噱头不要道理，抹黑香港警察是他们唯一的目的。但是呢，西方媒体也对法治完全无感了吗？香港那几名警察为什么举枪？为什么其中一人鸣枪示警？他们这些举动有多么强的法律依据？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香港至今没有出现流血冲突导致死亡的事件，警队执法的克制和专业性起了关键作用。香港警察们受了无数攻击和委屈，有上千警察个人和亲属的私人信息被曝光到互联网上。那些警察他们自己在执法时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生命威胁，他们的家人呢也付出了各种代价。这是一个现代社会应当出现的局面吗？香港的法治呢在被一些极端势力摧毁，这对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将造成十分沉重的打击。一些港人啊受极端势力裹挟而糊涂一时，但从外部只要不很笨的人都很容易看懂这一点。美英和西方的政客们从不谴责暴徒，而是呢至今不加分辨地称香港街头发生的事情为民主运动。他们给香港激进示威者戴这种高帽，其用心不能不说是恶毒的。谢谢。